第三点，当年积极推动环保工作，第三社区为着解决二手衫裤的问题，在第三市场成立第三旧衫裤爱心站。这旧衫裤经过时间的整理，看起来拢非常的新，欢迎民众把二手的衫裤摕来这，予需要人免费来使用。环保爱地球这个口号在第三点不是青菜公共，第三点当年以来积极推动环保工作，现在社区利用回收的塑胶杆仔制作成环保菜盒，也利用民众买爱的盆制作成肥料种花。第三社区为了买好这些旧衫裤都安尼拍算掉，在第三市场内底成立第三旧衫爱心站，让需要的人24小时拢会当提东去穿。竹山镇环保是有名的，但是有义务爱心站的大不多啊。义务回收再利用的站的话，在竹山社区有啊，所以在这边呼吁大家啊，你只要有需要的，我们这边义务爱心站都有提供啊，您需要的东西的话，您可以随时来取走。我们竹山社区的义务爱心站的用意是在哪？是要回收人家不要的二手衣物。那二手衣物里面呢，要经过我们志工里面挑洗，包括整理过，可以漆成新的，我们再调回去我们的衣架子，来让各位有需要的人拿走。所以我们的社区是讲求回收资源再利用，所以请各位竹山镇的民众呢，也容易跟我们提供你们我们需要的衣物。这些旧衫旧鞋有的还够非常的新，经过社区志工一领一领整理了后，自原本的一柜变成现在有这么多衫放在这，欢迎有需要的民众踊跃来做使用。那这个意外心站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一些环保志工们，他们就是很认真，只要有人交出来的话，他们就是每天会找时间会做整理。我这拢大部分人呐留起来摕来，阮就是拢会甲整理过，较好诶就甲留起来，若正经吼较水诶，阮拢甲吊吊。算讲有诶，若较辛苦诶，也是人有诶看了有介意诶吼，人就拢会遐遐去穿吼，嘿啊，这嘛真侪人伫摕去穿啦，所以阮这吼。回收爱心者吼，是算讲做足久个啊。第三度内底黄气，也是无遮尼流行个衫裤，伫别人个眼中是会当予因温暖个帮助。希望民众家己手个衫裤踊跃捐出来，毋但会当做环保，嘛予社会有搁较济温暖。记者刘一定采访报道。